中心镜头是咧辅助器，这是辅助器公所表扬这七位模范母亲，由市长王如金致敬奖牌。活动当中的安排、乐团的表演和会议的展览，来为了辛苦的妈妈。颁奖活动前，公所摄影团队特别到每一位模范母亲的厝内拍片，详细的记录因平常时伫咧厝内的生活点滴，也和子女做伙入镜分享喜悦。一声一声，妈妈我爱你，阿妈我爱你，和镜头头前的模范母亲个个笑开怀。公所希望借由影像记录宣扬母爱的伟大，也为母亲留下终身难忘的母亲节。今日是咱埔州市公所举办吼107年度这个模范母亲表扬大会吼，啊，咱看咱的27例的这妈妈吼，啊，佮包括伊的囝儿是谁，啊，共同哦来参与这个盛会。那么希望讲借这个表扬模范母亲的这个活动，会当吼表彰妈妈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吼，啊，会当哦咱的这件事是谁吼，啊，因会当感动，因为妈妈是这个家庭上个辛苦的一个人吼，啊，希望不管你伫外口咧工作，也是咧读册，希望伫这个平常时啊，拍一通电话啊，等下让妈妈关心，来当慰问一下。我相信，这就是孝顺的表现。我相信妈妈嘛上个欢喜啦吼。啊，今日借这个母亲节表扬大会，而且祝福全世界所有的母亲。母亲节快乐！今天是咱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啊，咱贺祝公所嘞，啊，举办这个模范母亲的表扬大会，啊，借用这个机会，啊，嘛是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。市长王如金表示，母亲是家庭当中上大的推手，规工亲像监督同款，随着一家老细无闲未停，煞无求回报。在母亲节这感恩的日子，提醒大家会记得表达心中的感谢，尤其是伫咧外口就学，也就是。做工课有主，更爱随时打电话向妈妈来问好，和爸母安心，也是为人子女对爸母上好的好意表达。新闻，中来新闻，埔州市采访报道。